欢迎收看《婚姻新闻》，带点关心电视大小事。在过去，真侪国际自由生报上国立科技大学，不过可能是因为学科的成绩无好，最后面临休学，或者是被退学。为了保障这些学生，婚姻科技大学是为六年前率先成立自由全班，为每一名学生打造专属的课程学习。这个校方也更加是甲国际业界共同成立自由大联名，加强学生的技能学习。并且替因配合业界实习的场所。绩优领航，成就飞扬。为了来较学校的绩优保送生会当来发挥专长，要因为伫合考上合适的无顺利，而来放弃技能的学习。婚姻科技大学是为了当前来成立绩优专班，为每一名绩优生来量身打造课程，意味着学生有更加好的学习机会。好，因即摆也和国际端业界来共同成立绩优大联名。透过业界技高端跟我们科大端三方的这样的一个联盟，让我们未来更多的技艺的这些国手，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训练上，在他的课业上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让我们的国手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上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婚姻科技大学校长表示，应该来打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教育观念。透过这摆绩优大联名的成立，除了学生来强化专长，同时来帮助学生每合更加多的实习机会，伊有了更加多的实作经验，大家甚至伫咧毕业了后，就当来直接就业，找到家己适合的头路。那这些绩优国手，我们技职体系的学生，他的确学习的这个路径是跟一般普通高中。普通大学的一个学生不一样，那他们应该是受到鼓励的。我们也希望这个选手在学校之后，他们可以走向所谓的这个创业这条路，因为毕竟他们想到什么，然后他们能够把它做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在学校除了课程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它帮他们找到所谓的能够出资的这个业者来支持他们来创业。透过一摆国际端业者以及婚姻科技大学三方的共同联名，也希望会当来协助学校的自由生，和大家来加强专业训练，并为实作当中来学习，毕业了后就当来顺利就业。记者江怡，长报道。